首先欢迎各位莅临参加2023年彰化县公益音乐会，诗情灿美，精致迷人，弦乐四重奏。您的光临为我们今天的公益活动揭开序幕。原定白果山狮子会以实际的行动来结合公益与艺文，推动社会服务，造福人群。所以您的莅临，您的参与，使我们的音乐会倍增 光彩。在此仅代表原定白果山狮子会全体狮友向您致上12万分的谢意，谢谢您今天的支持与参与。我们今天齐聚一堂，奏响这个诗情灿美、精致迷人的美妙乐章，揭开弦乐四重奏演出的华丽序幕。首先，让我邀请主办单位园林白果山狮子会会长江凤林会长为我们致辞，掌声欢迎江会长。气质高雅、美丽大方的江会长，用心办理这场音乐响宴，让我们浸淫在音乐的气质当中。谢谢您，江会长。王处长、各位与会嘉宾，大家晚安，大家好。来参加我们今天由我们园林白果山狮子会所主办的诗情灿美、精致迷人公益音乐会。今天的曲目非常精彩，相信一定能带给大家有一个非常美好的音乐响宴。为了不耽误待会的演出时间，我就不多说了。最后，敬祝各位与会嘉宾身体健康、平安喜乐，谢谢。其实谢谢主办单位的用心，还要感谢指导单位的协助。让我邀请彰化县政府社会处王兰希王处长为我们致辞，感谢彰化县政府的指导，关心县民的姓名，指导我们这一场高品质高素养的音乐响宴。我们今天白果山狮子会的会长凤林会长，现场有我们的宝秀总监、我们的杨总监，还有很多我们狮子会的前辈先进，所有的贵宾，还有跟我一起来的我们的赖佩蓉秘书，所有的好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们必须特别代表彰化县政府，代表王县长，很荣幸来参加这个活动。我大概花一分钟的时间。我们跟白果山狮子会结缘很早，这群美魔女啊，这群娘子军非常的用心，每一年都会规划很棒的公益活动，只要谁当会长，其他的会员就请全力来协助会长推动。我讲的对不对，新会姐？非常诚意的邀请来参加。所以今天看到很多贵宾莅临，其实你们的莅临就是给白果山狮子会最大的鼓励，这也是我们政府单位很乐意看到有这样的这么热心的社团愿意来办各项的服务。尤其这样子的一个名称真的很特别，诗情灿美、精致迷人，相信今天晚上一定会让你各位听到非常迷人的音乐。谢谢所有主办单位、协办单位，所有的好朋友，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政府，谢谢社团的努力。接着，我要邀请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音乐家及郑东吉医师进场。这医师关注古典音乐，的普及教育，但是走出诊疗室，分享音乐、分享爱的精神，散播在我们大家的心目中。出生于彰化县二水乡的郑医师，努力推动音乐美学及欣赏，
他透过演讲以及带领乐团跑遍了我们中部170多所的学校。今天弦乐四重奏音乐会，我们特别邀请郑医师来为我们大家导聆，让我们一场音乐会艺术的最高品质响宴。让我们再度用热烈的掌声欢迎郑医师及音乐家进场。听着故乡，我的心情都不一样。